好像又要下雨啊。阴天呢。嗯，给这玻璃都给它扒了吧。不要了。哎呀，今天把这池子都薅吧，给它吃了吧。老妈，你看这菠菜，嗯，都开花了，不吃都老了。哎呀，都得吃了。菠菜长得挺快呀，啊！哎呀妈，这才几天啊，长这么高了。这玩意儿薅完还能不能长了？薅完了，这玩意儿没有根儿了。到时候给这池子搂完了以后，再种点别的菜呗。这顶上还长不少杂草呢，我看这啥草啊。哎呀，这有地的地方就有草啊。这菠菜都薅了啊？都薅吧。别都薅了，那个薅完白瞎了，留着还吃呢。行，不薅了，这嘎我看长挺好了，就留着吧，把这草薅薅得了。这会儿也没少整啊。啊，加不少，都是杂草，挑一挑，硬根都不能吃了，看这老啥样了，老的了吗？嗯。大家好，我是慧成，又来了。看我们家这菠菜长的，这家可收获不少啊。今天呢，咱给它炸了啊，一会儿再炸一个肉酱，咱整一个东北原汁原味的蘸酱菜啊，刚给地里拔出来的，这个老新鲜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家人好好解解馋啊。啊，再整点那个小米水饭。行。嗯。瞅这点活让你干的，菠菜瞅的老还行。老爸点火呀。哎，好嘞。小米子下大火，盖盖煮上半小时。来上一块猪肉啊，咱给它切片，码好呢，咱给它切成肉丁。切好装盘里，来锅里加油啊，炸下酱，五花肉下锅。也是又没少切你啊，这肉多肥啊，肥点好吃。那靠着猪油的，那小米饭来了，你打点凉水啊。打点水呀。这猪肉呢，给它靠出猪油啊，下入葱姜26香，锅边烹入料酒，自己加这个大酱啊，给它下去，来一勺生抽，半勺黄豆酱油，整了能有一盆的菠菜啊，咱给它切一下。再切成三段，这猪肉酱靠出不少油了呀，给它撇出去点，肉酱给它盛出来呀。锅里加水啊，放上一点盐，这水一冒小气泡了啊，把菠菜就下里，焯个两分钟就捞出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一大盆菠菜焯完了也没多点玩意儿呢。啊。烧完蔫巴了。嗯。捞出来咱给它放凉水里啊。咱整一个蔬菜大拼盘啊，来点苦麻菜，老妈的最爱，小葱子，小白菜，黄瓜，还有生菜，小萝卜缨子，小萝卜，再准备一盘炸好的菠菜，还有这小肉酱啊。这蘸酱菜太好了，爷、yeah? ，嗯，吃饭，开整了，来把这个拿这头来，给那个往里去，啊啊，够不着啊呀，对，哎，肉酱，炸小肉酱，这肉酱蘸菠菜太好了，爸、啊、你多吃点这菠菜，哎，我吃点菠菜，这咱家那个菠菜啊，不用薅回来了，好，得锅没多好啊，嗯、一盘够吃了，够。吃不了，多长时间没吃这样菜了？嗯，很长时间了。几天不吃就想了，这玩意儿。
这玩意下饭。爸，你吃点这小生的。哎。嗯。这个都是咱家大棚里的。嗯。嗯。这苦麻菜。那苦麻菜咱家大棚的。都咱家大棚的。嗯，这个是你姥家的那个大棚里黄瓜。不都自己家菜？这苦麻菜和这小生的都在家大棚里拿着。这是想吃啥来啥呀？嗯。哎呀，你来吧，我切一块给咱爸吃不了了。吃点这苦菜好啊，苦菜好啊，嗯，怪苦，吃苦吗？你吃点这黄瓜丝吧。哎，好。清香味儿可好了。嗯，咱这小黄瓜可好嫩。嗯。嗯，这黄瓜可有黄瓜味儿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。这可有黄瓜味儿。嗯。谁给这摆阵呢？那跟爷拿的。啊嗯，我是说不过来的。多吃点。慢慢吃行。嗯，太好了。最好又让擀点面条。可老好吃了。嗯。咋吃都好吃。嗯。还有小萝卜。嗯，那小水萝卜也是你老人家大棚里的。嘎嘣脆。嗯。这样蘸酱菜，嗯，我也尝尝萝卜缨子，嗯，好吃啊。那不给他，爸你吃，嗯，好吃，还挺嫩的，啥？是赶大芭蕉扇了，这玩意有点涩呀，涩呀，涩。嗯，嗯，嗯，这有点啊，好吃。不用焯水吗？这玩意不能焯。哎，嗯嗯，这俩好吃，会儿拿去下饭呢。再给我盛点，哎，多盛点。行。嗯，你姥家大黄瓜小黄瓜，嗯，都是这大的，没有太大的。这小黄瓜比那大黄瓜好。嗯，它就是这品种，它嫩呢。好。嗯。哎，这小菠菜挺好吃的。嗯，你看打籽儿了，但是吃的还挺嫩的。咱这圆子呢，是不老啊，主要虽然老了，但是不老。哎妈，吃太多了，吃三碗水饭。这领丁换个口味，吃好，嗯，愿吃。哎呀，这会儿天还不行了，嗯，我还行，吃完饭还上姥姥家呢，拔草去。还得拔草啊？哎呀，你这天拔上瘾了。哎呀，不是拔上瘾呢，嗯，早晚的整啊，中午热呀。嗯，这草可快了，长的。嗯，两三天就长起来。哎呀，朋友们，这东北蘸酱菜啊，万物皆可蘸，只要整点小菜呢，往肉酱一蘸呢，那一吃给你香懵了，原汁原味老香了。好，这期视频到这了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感谢支持，拜拜。